嗨，我是 Joyce Man， 让哲学进入经营，建立企业成功基因。我们继续谈金池哲学第21条，构筑信赖关系。我想我们谈到金池公司这61年来，其实一开始他什么都没有。如果说他每一个员工进来觉得这个环境是不好的，或者说这个环境很差之外，员工跟员工之间，或是老板跟这个员工之间那种感情是很差，而且关系是不好的，其实就没有办法有每年的获利都是10% 的成长哦，这而且每年都这样，没有一天，没有一年是亏损的，这是不可能的。而最追根究底，建立了一个非常坚固的伙伴关系。所谓的伙伴关系，其实就是心连心，也就是大家都有信赖。那我们在谈企业经营，身为企业主，我们建立一个企业之后，要开始进行所有的工作跟经营的时候，企业主必须要告诉自己，或者是经营团队，我们到底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企业？大部分都希望建立一个坚固，而且又可以面对所有的困难跟阻碍这样的企业。当然，就是要大家要一条心。当然，我们一直在大声疾呼，所谓的企业的经营哲学的两大元素是什么？就是利他、敬天爱人。那我们把利他放在企业里面，其实本来就应该如此了。像我们在经营现在这个媒体公司，我也一直常常讲，我们一边要努力的赚钱，一边要推展我们正向的这种经营的理念之外，我们必须要做公益。而这些公益，我们必须是要把让这些社会上面的这些需要去帮助的，我们必须要做到这一点。也许我们现在不是一个很大的企业，但是我们的心其实都是一样的，始终必须要有。所以利他的精神跟爱人的精神也是一样。那你身为一个企业主，你必须要有爱你自己的员工，这是最基本的。如果我们不断地用这样的敬天与爱人跟利他的这种两大的哲学在往前走，我想我们所有的员工的心就是会一起。所以面对的这样的一个疫情，我们前面在疫情的那个章节讲到，就是说大部分的企业主事实上第一个检讨人就是检讨这些员工，我觉得这样的方式是自私的，因为螃蟹没有脚是不会走路的，脚是什么？当然把员工当脚不好，但是这是一个比喻，所以我们在企业里面，我们必须要把所有的员工当成伙伴，而且必须要让所有的伙伴知道说我们共同在一条船里面。所以呢，我们继续在谈论所谓的企业经营哲学呢，非常清楚的就是我们必须要让员工非常清楚清晰公司这条船要向前航行的目的目标为何，这样子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很坚强的一个战斗体，也才能真正的来驶过这个所谓的人生的长河，也才能超越所有的困难，然后让我们这个企业的船能平安的到达彼岸。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主题，最终的目的就是在这里。我是 Joyce Man， 如果你觉得这个不错，我们下次继续聊哲学吧。Web TV.